也许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某些事情，偶尔抽中自己的神经元，然后突然感觉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恐惧的定义不一定是灵异鬼怪或是科学无法解释的超常现象，而我的想法是任何人身边都可能发生的故事，那些太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反而是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恐怖。你喜欢爬山吗？爬山的过程中拜访大自然，心灵沉静，可以反复思考很多事情。森林中的芬多精也是最好的礼物。但是你以为每个路过的爬山客都跟你一样单纯，只是想爬山吗？你干嘛？靠飞！你要干嘛？啊！你刚差点掉下去啊！我把你扶起来啊！嘿嘿，我在那边上厕所，你站在我后面干嘛？尿尿？哎，我怕你危险啊！这山区很不安全啊。OK， 好，那没事了吧？谢谢谢谢，哦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是我救了你哦。像你的命是我的哦。开玩笑啦，开玩笑啦，开玩笑。疯子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啊，没有，捡到你的钱包啊。哦。抱歉，麻烦你。哎，不是，我有点渴，想跟你借一杯水，还有，因为爬山刚回来嘛，有点累，一杯一杯就可以，一杯啊，可以啊，拜托拜托，一杯一杯就好了。那你就在这边等我。你在这边等我就好，好不好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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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就放我进来喽。因为没有乔云啊，我在勒死他的时候，屎跟尿都留在一起啊，很难清啊。哎，我先去洗把脸啊，等我回来啊。多找一个坑有多累吗？弄成这样子都是血，都是血，你有看到吗？这边都是血，我在浴室里面杀，你弄成这样子。我上山找坑，你找我麻烦，很好。闭嘴！很多时候我们都太自以为，以为眼中看到的人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人，但也许荧幕前的你有一个藏在面具后的不为人知秘密，也许正在讲话的我也不是你脑海中以为的那个人。